放假要去吃饭。对耶，麻辣烫真的蛮好吃的。你要沙西米吗？你要什么？这个迅吉谷的沙拉的好特别哦。嗯。好小心哦。还是点这个。对。春菊のサラダと、あとサバの塩焼き。一直在排队，真的，好夸张，越排越长哎。我记得你说你是因为失恋才开始学日文。失恋是一个契机，但本来就想学。哦，本来就想学。刚好失恋就可以更专心，因为假日都学。啊、哦，还没有失恋之前，假日都在谈恋爱。失恋之后，假日就学日文，真好。然后你那时候花了多久考到二级啊？来日本才考二级。在台湾只有考了三级。哦，三级就来打工度假了。对啊，你说你来日本原本是做服务业，然后后来就转成找设计师工作。你也有在 Uniqlo 做过？ 我也有。真的不能做服务业。对，超累。所以你那时候撑多久？半年，我还撑了半年。哦，你还撑了半年，然后才去找那个设计的工作。没有，一直都在找。哦，一直找，边做边找的。啊，就是打开会有柠檬片，有这么好喝？你看你开心的。但是你后来找到设计的工作，然后就申请到签证，就直接留下来了，很顺利耶。打工度假还可以直接在日本，而且来日本遇到一次渣男，所以离婚后更好。真的，离婚就是要让自己有个更快乐的未来。对，而且通常离婚后都会更好。你看，还买房子。
好有趣哦。那个卡西卡。好像在饭店哦，饭店啊，他就故意做成像饭店。这层有11个住房啊，有11个。宅配的时候，他们可以从那边放东西，好方便哦。没有用，我加吗？是吗？哎，好熟悉，这个垫子跟柜子还是一样。哦，一进来这边是鞋柜，我感觉鞋柜也很大哎。没够放。嗯，好，谢谢。然后这是什么？洗衣机。然后你要把门全部打开，插进去，它才会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就是电源会被启动。哎，所以你要全部门开好，它才可以用。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洗衣机有这种设计耶，就还不错，就是因为有时候洗衣机就是很杂乱，对，刚好隔遮起来。哦，而且是2个炉，对，嗯，我觉得是大理石，然后2个炉超好用的，然后厨房旁边就是冰箱，厕所在后面。好棒哦！就是它的，就是真的很像酒店，根本就是饭店感觉。啊，你以前要交管理费哦，租的时候。等了3个月，你说这个桌子吗？还是灯？桌子还是大理石？可是其他这个地板就看得出来，他用的是好的东西。嗯。天哪，我觉得我不像是来朋友家，好像来到饭店的感觉，太美了，好香。这个他为什么要做这个？很可爱。2014年申请，然后今年1月的是11年，太美了。我朋友家好舒服，待到不想走了，大包小包。超级冷，然后又吹风。
谢谢。这一条，我要避开的颜色，通通都有买耶，好笑。冬天我在家都不开暖气，就用它就很够了，放在脚的前面。是买给布瑞奇冬天很冷的时候用的。真的超神奇的，这个是看日本人用过，我也跟着用。你要干嘛啦？棉被把它卡进去，然后缝隙这边稍微盖起来。那现在显示冬天，还有一个 tab， 温度有三种，我选这个高温。这样五分钟之后就有一个很温暖的床可以睡了。他在蒸的时候偷偷摸，啊，真的是超温暖、超舒服，晚上会很好睡。这个设计超级贴心，没有男朋友有一个人也没关系，因为他会帮你暖床。最厉害的是他还可以预约，比如说像如果我都是12点睡的话，就把他预约好，然后我就不用理他，去忙完，等到我想睡觉的时候刚好被子就暖了。而且除了暖被的功能之外，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他有可以把被子干燥，还有去除尘螨的功能。 Tab 去掉之后，普通的模式就是有加温，还有夏天干燥、冬天干燥，跟这个是去尘螨的。像日本或台湾都会有梅雨季节，尤其日本这两天天气都不好，这时候如果你想要把被子弄干的话，有这一台就非常足够，而且只要60分钟。另外如果家里的被子有尘螨，导致小朋友的鼻子会过敏，或者是皮肤会过敏的话，真的很需要这一台。达尼就是尘螨的意思，这台它还有去尘螨的功能。而且还不止这样哦，它附的这个东西，它中间可以让你滴香精油进去，精油滴进去之后就把它这样放进去之后，你再烘干被子，被子里面就都是那个精油的味道。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推荐的功能，不对，是还有两个，这个先说这个，它居然还有这种烘干鞋子的功能。除了烘被子之外，还有这种烘鞋子的功能，超神奇的。另外最后就是这个，还有一个就是它真的非常的轻，就女生也很好搬运，很好使用。大家有猜到这个是什么吗？这个功能超神奇。这样就可以烘枕头了，超厉害的。很喜欢它有烘枕头的这个功能，因为一般枕头你买了之后不太会常常更换，那如果有定期的烘它，就会觉得可以去尘螨，睡起来也比较安心。然后这台现在有限时团购，而且跟厂商争取到的价格比之前双十一的时候还要便宜哦。用完之后觉得收纳也蛮方便的，如果有心动的朋友就趁这个时候赶快下单。ダメ。
内在的自我需要去适应和调整。去九州很想要穿新衣服就跑来了，好可爱哦，5600，夏天的项链也很可爱，要不要连这个一起买？开心，买的买的。色好像可以耶，4个颜色，这白色很可爱。结果店员说白色比较好看。こちらのお色味は L サイズのみ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ね。あ、じゃあ L で大丈夫です。はい。好正哦，有2800的 point。外套居然打7折，但我的那个颜色没有了。穿的这一件，看它肩膀这边会让肩膀看起来很宽。你敢帮个摘吗？买上瘾，要不要连件件都买了？买了买了。本来我在想要不要这个颜色，结果我还是买了很红的那个。会社の倉庫の方にあれば。我再过过，輸送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すみません。ございます。好好笑，因为我在快要9点前才突然跟他说要结账。人好多，又到了草莓的季节了，好快哦。日本的菜真的没有什么好买的，我以前都买这个，来试看看这排的，来吃看看这个纳豆到底有多好吃。哇，里面有5坨，才178耶。嗯，这个新的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好贵哦，好吧，还是吃这个好了。嗯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这个吃看吗？试一下。Seven 的这个里面居然有鱼翅，哎，好贵哦，超好笑。要不要买呀？烧肉看起来也都很好吃，这里卖比较贵，355。虾子都是虾子，我不爱虾子。好好笑，居然出 Nana Chicken， 便利商店炸鸡口味。之前喝那个，来喝这个好了，又好了。新的耶，这包是不是新包装？这个就没有一个。看看这个好了。最近的蛋好像又开始变有点贵了。Seven 的优格。Seven 的咖啡一直改版，我比较喜欢之前的说，喝这个好了。之前 IG 是不是有出现在推这个？嗯，这家超市连甜食看起来都很好吃耶。最后一个，今天不想煮饭了。蛋白质，怎么觉得这看起来很好喝？喝看看。
最近在日本还蛮常看到他们的锁，还蛮喜欢他们。不知道是不是 Meguro 的广告那一批新的。好笑了，居然是泰达西的味道哎！这边出的这个看起来好好吃，来看看有什么新拉面。这个麻辣火锅，试看看。好可爱哦，期间限定。札幌一之坊居然出这个ニンニク系列，好不好吃？嗯，这看起来好好吃哦。今天也买得很开心，嗯，人好多。这颗是红色的，被吸引了，买一下好了。嗯，就期待这个，这个是炸汤圆。忍不住有偷吃，这家便当很好吃哦。嗯，口感有点像白叶豆腐，可是豆腐的味道好香哦。嗯。好吃哦，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。嗯，好棒的，不喜欢不行，这个放弃，味道好重。这家的便当好推哦，游戏我发现可以吃。我这吃饭还要帮你按摩，你很烦。你看看，嗯，趁它加热的时候就可以去洗澡了，真的好舒服啊！而且它不止被子，它连床垫都会温温的，好舒服。真的太推荐大家买来，你看看。